咁如果而家通常膠簧管嘅物料都係用膠或者用木去做嘅。我做膠簧管十幾年噶啦，咁我係喺香港浸會大學音樂系畢業嘅。我膠簧管係中學嘅時候開始學嘅，咁之前學過一啲拉奏同彈奏嘅樂器咯，所以就想試下即係學一種樂器係吹奏嘅，咁就最尾就揀咗膠簧管。我中意膠簧管其中一樣就係佢嘅音色啦。咁佢係即係可以吹一啲好唔開心嘅旋律，但係又同時可以即係做到好輕快啊好開心嘅音色啦。咁另外因為單簧管其實佢嗰個音域好廣，咁就可以吹到三到四個八度咁樣。咁佢就可以做到好多旋律啊音嘅變化咁樣，所以我就覺得佢靈活性好高。咁又好聽喎，我係揀得我。冇話邊啲學生特別適合嘅，咁其實只要手指撳到曬啲掣就可以啦。初頭學嘅時候係比較難，就係手指要撳曬啲窿先可以響到支樂器啦。咁慢慢學咧就係要手指靈活性好高。即有時就不會是順序咁樣落嘅，可能是二四手指啊、三五手指要一起喐咁樣。咁呢一啲就比較難咯，要即係要經過練習先可以做到。咁同埋就係要講求嘅係氣啦、嘴型啦，同埋手指嘅配合。咁呢啲都要長時間嘅練習先可以控制得好。管弦樂團裏面咧就係、是。通常有三個聲部啦，咁就每一個聲部有一個人嘅，咁即係每一個人其實都係吹緊獨奏啦，咁好多時都係一啲旋律嘅部分咯。咁如果喺管樂團咧，就係、是都係三個聲部嘅，但係今次每一個聲部就係兩個到四個人，咁就多數都係合奏嘅。咁喺管樂團裏面就會有多啲伴奏嘅部分啦，但係都會有比較多嘅旋律嘅。咁希望你哋中意膠簧管啦～